大家好，我是小直，欢迎来到小直一评。今天小直继续解读战争美剧《兄弟连》第二集。1944年，二战诺曼底登陆日，美国101空降师506团201连，副连长温特斯中尉亲率12人，成功拿下3座面向犹他海滩的德军炮台，一举奠定了101空降师在美国军中的位置。温特斯中尉的布雷库尔庄园之战直接载入美国军史，至今仍为西点军校的经典教学范例。好了，废话不多说，开始进入正题。话说1943年9月，101空降师506团201连的连长索伯上尉因作战能力不足，导致其最终离开一连，随之 B 连的米汉中尉空降一连。1944年6月6日早晨6时30分，以英美两国军队为主力的盟军先头部队总计17.6万人，从英国跨越英吉利海峡抢滩登陆诺曼底，代号霸王行动。此战的目的是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北部夺取一个战略性登陆场，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最终击败德国创造条件。根据作战计划，在登陆场右翼先空降2个美国伞兵师，切断德军从色堡出发的增援部队，并协同美军登陆部队夺取犹他海滩。美军第4、第90步兵师负责犹他海滩的登陆任务，而101空降师就是他们的协同部队。他们需要在登陆日前夕的5个小时前降落在海滩防线后侧。根据情报，在他们的集结区及空降营目标之间有个德军守卫部队驻守在圣梅利山头，一连的任务就是消灭该国力量。为此，在临行前，空降部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3天的口粮以及喝的、用的、战术工具、武器等几十样东西，加起来的重量相当于士兵自己。最关键的是，每人还有一份意外保险，如果你挂了，那么你的家庭将可以获得10,000美元保额。大战前夕，每个人的神经都处于紧绷状态，军营里失去了往日的欢歌笑语，每个人心中似乎都有一块巨石躺在胸间，尤其是在即将上战场的等待时刻，漫长而沉重。1944年6月5日，一连准备就绪，即将登机。温特斯中尉祝福二排士兵，愿上帝保佑每一个人。士兵们之间没有人说话，他亲自将每一位战友拉起，这些举动远远胜过所有语言。温特斯知道此刻大家的内心是忐忑的，甚至还有恐惧存在，尤其是当人面对一个未知将来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恐惧心理是一种本能的存在。温特斯中尉是他们的领导，也是他们的神经镇定剂，他尽量表现出一种从容淡定的神情来面对所有人。其实在他心里也跟大家一样，只是他更多的是责任和担当。6日凌晨48分，空降编队进入到德军防空区，负责镇守犹他海滩的德军为709师下辖的一个团，该团的人员大部分为后翼部队和德军普通国士兵。尽管如此，上空的编队依然遭到了防空火炮的猛烈袭击，加上天空乌云密布，视线不良，编队导航出现了大问题，飞行员不得不在密集的炮火中让乘客紧急下车。其中一连的新任长官米汉中尉遭遇炮火袭击，温特斯中尉作为第一跳伞员带领大家从上空跳下，不过当他下来后发现他随身携带的装备全部被风吹跑了。很快 A 连的通讯员也落到了他的附近，小伙子名叫赫尔，他的随身通讯设备也搞丢了，不过枪还在。小伙子既恐惧又慌张，同时他还担心自己搞丢通讯设备会受到排长责罚。温特斯中尉试着缓解他的紧张情绪，让赫尔帮助他找到附近的建筑物以转移注意力。几分钟过去，他们在河边遇到了82师失散的兄弟。温特斯通过指南针发现他们偏离了降落点7公里，现在他们还有4个小时可以去完成原先制定的目标。他告诉在场的人，你们在找到自己的部队前先跟着我。紧接着他们又遇到了几个失散的一连士兵，行进中一阵马车声不断传来，大家知道肯定是德军。温特斯示意所有人听他指挥，不料格奈瑞突然单方面发起攻击，搞得现场差点失了控，还好他们居高临下，不然后果难以预料。温特斯告诫他，以后听我的命令再行动。格乃瑞很不爽，说他是贵格教徒，其实这家伙人并不坏，甚至有点刀子嘴豆腐心。在几个小时前，他刚刚得知自己的哥哥已经在意大利阵亡，他很伤心，甚至有些愤怒，总觉得很亏欠自己的母亲。经过长途跋涉，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集结区，一连的几个士兵早已在此等待，但 90% 的人还杳无音讯。康伯顿中尉告诉温特斯，连长米汉中尉失踪了，如果还找不到他，你就是一连的老大，
此前，温特兹中已经被上一任连长任命为代理连长，也就是副连长。二营营长史戴尔召见温特兹，向他下达了一项作战任务，让他带领一连到布雷库尔庄园去摧毁在那里的德军炮火阵地，因为这些火炮正对着犹他海滩。格奈瑞询问温特斯那边有多少人，温特斯表示不知道。另外二营的营长并不知道一连只有这么几个人，目前大家只知道德军火炮阵地的大致分布，目标距离犹他海滩西南方向约五公里处，对着海滩的德军炮位有四个，同时在炮位的后侧是德军的机枪位。说来这种阵地的排布也是相当奇怪，但更奇怪的是面向海滩方位的德军连个警戒哨都没有，所以温特斯小队很容易就摸到了德军火炮阵地。根据他的部署，他将小队分成了三个小组，机枪组、突击组还有支援组。在德军六号机枪位，温特斯中尉负责率领机枪组吸引敌军火力，利普顿少尉则藏在密林中向一号炮位进行袭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康姆德中尉率领突击组侧翼包抄一号炮位，随着三枚手雷阵地开花，一号炮位顺利拿下。眼瞅着美军来袭，阵地里没有被炸到的德军落荒而逃。趁势，温特斯中尉带领机枪组开始进入德军一号炮位。交战中还出现了个小插曲，温特斯没有注意，让德军的一枚手榴弹给扔到了乔托伊的脚边，不曾想小伙子竟然毫发无伤，全身一摸还好都在。此人正是来之前要将希特勒一刀封喉的主，现在德军的所有机枪火力都被吸引到了一号炮位，不过他们都在壕沟内，并无太大威胁。咦，这俩货干什么呢？别人都跑了，你俩不跑，霸气。由于交火相当激烈，康姆顿中尉的手雷在手中滑了一下，差点将自己和兄弟们搞死。连上这次意外，乔托伊在十分钟内被炸了两次，真他们蛋疼。一号炮位阵地稳固后，温特斯与康姆顿中尉准备着手对二号炮位实施突袭。第二次他们采用闪电战的方式，手雷打头阵，人在后侧突袭，迅速将二号炮位的德军给吓跑了。其中一名德军双手高举要投降，搞得乔托伊很不爽，仔细一看这家伙手里有货啊，够狠。由于美军的突袭导致德军一时乱了阵脚，第三炮位的士兵竟和自己的机枪位干了起来。康姆顿打趣，要不我们买点瓜子坐这看戏得了。在炸掉105毫米火炮的过程中，温特斯中尉貌似有个 bug， 手雷的引信没有拔掉，但炮膛却给炸了。三号炮位依然由康姆顿中尉打头阵，德军士兵想逃都没有机会。随后温特斯中尉在三号炮位的阵地找到了一份德军火力部署图，上面标出了整个四堡半岛区域内所有德军火炮和机枪位的火力点，甚至珍贵。就在准备攻占四号炮台之际，地连的连长携带弹药过来，搞了半天他是来截胡的，四号炮台他想带人拿下。温特斯表示无所谓，想想看，在真实的战场，就在你即将拿下敌军的时候，胜利果实却被别人摘走了，你是个什么心情？可温特斯中尉却非常乐意与队友分享战果，也正如温特斯的信仰，我不是英雄，但我和英雄并肩作战。任务完成后，温特斯才知道德军阵地大约有60名士兵，是德军第90炮兵团的第6炮兵连，而且战前勘测的德军火炮不是88毫米，而是105毫米。由于温特斯向指挥官提交了他获得的德军兵力部署图，指挥官非常兴奋，直接派了两个 M4 谢尔曼坦克抵达他们那里用于支持伞兵。康姆顿中尉是大战前被调往一连的，他喜欢与普通士兵作乐，没有一点官架子，以至于他刚到一连，温特斯就劝他不要和士兵们赌博，你要是赢了那多不好。温特斯始终与士兵们保持一种上下级关系，并没有刻意讨好士兵来和他们套近乎，而是在专业素养上下功夫，从士兵们的内心获得尊重。温特斯平时不喝酒，大家都知道，在车上他当着大家的面喝了一口，打心底感动格奈瑞。在之前士兵们还对他的能力有所怀疑，但经过今天白天一役，所有人都对温特斯肃然起敬。他临走时告诉格奈瑞，我不是贵格教徒。格奈瑞也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然而温特斯也有遗憾，一名不属于自己部下的兄弟在今天的战斗中牺牲，他就是跳伞后第一个和温特斯会合的 A 连通讯员赫尔。温特斯中尉既怜悯又自责，男孩子连喝酒的年龄还没到就离开了，真令人惋惜。他望着前面的战火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布雷库尔庄园一战成就了温特斯中尉，12名队员干掉了德军20人，美军4人阵亡2人负伤，拿下3座火炮阵地。不过
美国著名的欧洲战场军事作家马歇尔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认为，温特斯当时率领的突击队是195人，不是12人，这遭到了温特斯的强烈不满。他表示，如果当时一连真有那么多人，我简直可以打到柏林了。这一战也成就了101空降师的威名，一连进攻德军炮台的行动成为进攻固定阵地的范例，至今仍为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学典范。好了，本期故事已经完结，敬请期待下一期精彩内容。登陆日第二天，一连受命拿下卡朗唐小镇，战斗异常激烈，下期见。